上来，大苦花哦，不怎么油。我看到鱼了，哎，26、27了。哦，草草，好像没油啊。哎，哦，逆流逆流，冲冲，哇，逆流，不要让它逆流上去。哎，看我要完蛋了。上面有洞，说啊，我忘记上面有洞。哇塞！哎，太得意了，还赶快下去。没想到要往上。再来这有坑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因为只有在下面这个潭区才是安全的。哇，你这个袂顶袂当，不大只啊，大概27、26、27，但是我靠，又上来了，哦，那是太肥了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潭区，虽然潭区又吓到其他鱼，但是只有在这边才可以顺利洗鱼啊，才不会掉，我靠，又下去了。哇，你累累，哦，看到鱼吗？下面全部都是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这鱼就是安尼啦，我收袂叮当的，安尼正条的，哇，要逆流，你在这边钓鱼就是先动了，先给它招住。不要急着让他上来，先看到，先，哎，不来不来不来，我靠，又上去了，先让他浪费一点体力，不然这边鱼太胖哈，你太心急，它会劈断，你要靠它的体重，靠它的体重，哎，冲冲冲，靠它的体重你就难搞定它了。来来来，哇靠，又上去，上去不要上去，哇，来来来，不要上去，好好好，攻着呢，可以从这边，可以从这边，啊，又下去了，苦花最怕就是这样，大苦花最怕就是这样，看到你人再冲下去那一下很容易断，所以你无把草甲舔吼，拄啊，迄个佫冲落，迄个难是大。然后你没有适时的放给他冲哦，很容易卡上去。哇，这个本来是钢的啊，这快！哇，刚刚吃到这肥，哇，还有力气！来来来来，哎呦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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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下靠他体重，那靠他体重哦。对对对，让他呼吸呼吸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这样叫，这样叫，这样叫的，确定。来来来来来，哇，快要有齿喽，准备抬起来了。哦哦哦，哇哇哇哇，哦，哎哎哎，哇你的，对了。大概27、28、29，啊娘喂，应该差一点点就30了，中了，小只的苦花，还是9半，苦花，小只的，这池的不大，大概都23、24左右。从这边，从这边。下去就吃了，不能让它下去那个洞哦。我说过那边那个洞不能让它下去。不甜不甜，哦，下面还有哈，大概
二三二四应该拉不了多久，可以准备要过来了。来来来，这个在这边算小朋友，只是胖胖的小朋友而已。来来来，哦，好像又是公的，好厉害。今天都全部都掉工的，哎呀，真的又是工的，哎，我没有装水哦，哎，没有装水，先在这边看就好了。哎呦喂，要弄得这么脏吗？对啊，胖胖的大概二四左右吧。